我先拍广告，后尾中秋伊会出现，但是作品一地卡要400块，唔嘛，一地我要400块了。来，我们讲桂花肋排的，用烤的，气炸锅，烤箱都很方便，没我吧，一地需要我400。来，300块，两个人给备走。啊？桂花肋排。可以啊。这一地300，不然你们几出来？那个180就好了，那么讲两遍。牛肉汤，红龙牛肉汤谁要吃的？丁哥，来丁哥边两位，来这起来300块了的。来阿邓哥边两位，300，真的没浪费了。来包你牛肉汤，来300块了，来盖子。两个人在两个人，你处理来啊？你讲。一千的是多少？多少是吧？两个人两个人。啊，牛肉汤300，有人需要吗？红龙牛肉汤，一个客家包，越南面的，煮了一个炖猪肉面，多少钱？来300，最后一个，300块。没有了，最后一位了。红龙的牛肉汤300块，就要结账，结账了。哇！你今天要找多少？大概哦。哇，你今天怎么到啊？20分钟就可以了，拜拜哦。啊，20分钟就可以上了。一百。这个，你买是真贵的呀。你三分你是一分满意的，你是好。这个唔差哦，你是一分。好恐怖哦。哎，我看到那么多，好恐怖哦！要死！来，凤梨7块谁要？他这个一千要找多少？来300块，冷包一包149，两包卖300。来，进来来300块。今天猛的呀！不讲难买啦，好。来300块。哎，最好东西。我最近那个在讲，所以俺就找不到了，你是？这个。没有，他买3份对不对？对啊。哎，300就给我啦。你找机会教阮王力宏讲话啊，你。看找公找公君啊嘞。我咋怀疑啊？哦。你这个说话干什么？私信他们。3包300，拢我的4包。别乱讲啊！来，干贝米糕3盒而已，谁要的赶快出钱，一个还没300，对不对啊？中啥？500，450。龙王欠你两片血，太久了。我都着急了，阿姨跟他在修，跟他心内跟他黄牛两年了，阿姐，今天去弄也丢人啦。我来帮你找目标钱啦。我黄牛我丢人啦，你贵了没呀？不多啊，少了。黄牛我们太人找，你这个。我都怀疑，我都怀疑过夜，你知道？我都怀疑过夜。还讲啥抓啊？讲啥抓啊？来，你讲多远啊？可以来，看好、哦，超大块的，超厚的哦。现在锅里这样是不能碰哦，因为它很贵，不是不能碰。加贵，卖照，我看你要霸气到领导来说。哎，这我爸需要我吗？我找我干嘛？喂喂喂，你找我干嘛嘞？我需要冷静一下。对啊，来杯加锅里，没几千，没被百，来台包我的。今天我发我把这个介绍已经做给你了，金蛋请鲑鱼，这两片就不止500了。来，喜欢鲑鱼的动作份，来给爸爸。来，全套姐妹来鲑鱼，来爸爸。来，小姐要来鲑鱼，走吗？鲑鱼全部没有了，太厉害了，小姐谢谢你捧场。这一片不卖，送给你，3片不止500了。拿条。来鲑鱼，我爸爸。真正做大条，我骗你咯。等你看就知啦。七两三，来三咩咯？来我办好了，无啊，要多余啊，幺六零。来最后两位了。快点，有没有？来起来一个，来最后一个鲑鱼。没有了。找我爸。真正大条。再细点，来我办好，最后几个两个。没有了，最后剩下这一份，500块543份，来谢谢。可以看，蓝波队点到给接了，来爱情转动我看了，来，
按起为人吗？这边来，你家里面买对对，来来鸡爪冻来哦，来来滴溜巴咧来，这上阵的，这退滴溜啊上阵，鸡爪冻，啊今仔日拢会当卖啦，啊恁家酒店逐天天天去啊，一公斤哦，一包哦，买五百，三百。就是酒局在出口的唱片，来两百，五千，没有人记得，记住了，这已经锁了，解冻打开，马上可以吃了，对他老公给他打，两百块最近无回啊，不会跳岗哦。利用今仔日为国华回来，我跳岗其他都讲了回，一包两百的，来两百块。这样你吃较紧的，吃紧。这阿虎啊，我来介绍伊个人，伊个人家。我今仔拢无人，你看，我拢无人。我一个内行的，知我卖啥？这一包两百块已经行情，讲我一个创好了，两百给你啦。来，最后四个客人，请坐动，真正好吃。这里吼，你若要吃烧，你来，啊靠，要冰冰啊，吃倒啦，去吃烧，你听我话。来，两百，来，最后来。两分。一包就两百了，两包还是两百，赶快最后两位的鸡爪冻，来两包冻，这两包那个好，给他打。对啊，宝箱上面。都买到了哦，好，谢谢。宝箱上面。再看一百啦，我靠，一百一百，他的把鸡腿就就就就。可是时间。来，你感谢刘荣面的，边炒边牛肉汤，一点爱杯鸡。不然今天来晚。他们的就先这样留下，来沙发喝的。两包给你。这几包来对，我先包。来沙发喝。爸爸，不要再讲，牛肉，牛肉，牛肉面。不是十一包哦。九包而已。麦克他有自己的三个。三个。这样啊，是对的啊，这样就不对了啊。进化。规划包的任务，一箱两包的，谢谢麦克。一箱，麦克他的身体也没有很好，一箱两包的，一箱两包的，一箱两包的，两箱包。对，所以跟一包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拢你用两包一包去。后来我都用了。我们到尾三架。应该多啊。三倍啊。好利用大家的。强迫中奖来，给沙包一楼炒鸡块，我。好。哎，我卖上鸡块，给他一两。兵哥卖卖汉堡去啊，拜托。我万一要被他退了。对啊，你唔变啊，你唔要挂钩啊，你难赚钱呢。三百块没有了，因为我们银行住几块靠扎住，然后，因为一包你拿去嘴，我只要小几块银都唔办，弄不会丢。哎，你今日你看那十几个包啊嘿。来啊，你们要什么？还要什么？再讲快点。意大利面嘛，我干。意大利面 OK 的，多一份上红梅哦，啊红梅啊，谢谢。全员五个存几包？多少米啊？嗨，不容易哦。喂，阿弟，重要哎。厉害啊！这头钱啊？带你们出来。嗯。带你们出来啊！我搞。大红梅两公斤，先多一点一点，最起码免六百，六百块左右。我那边红梅哦，对。还有吗？有，还有。好，刚刚想卖过一次。哎，不一样。还有，还有两包，两包的。好，你别嘛，该出去玩去了，我了。好，好。啊，今天啊，吹牛哥没来，三百了。这样一包啊，我给了两公斤了，我白白都给了。谢谢。来，要吃姜面皮啊，意大利面，给我买点面来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块意大利面，两百块。小小拌拌，这边我们今天哥哥结婚，哎，来意大利面能包过来，来两包，来七包八包，意大利面超好吃的，来两百块来。你们离南投比较近，知道你们离南投比较近。还有两包。你带你哥哥吃吃薯条啊，今天。哎。哎。装多久啊？上面跟你差两千块，看这个人足高一倍，你老师的。我即摆前进两百块都无啊，两千，你敢打打去？啊！你去找陈汉修。哈哈哈！来两百块来。我找人来了。
尼克旺出现，来宾掌声鼓励，欢迎尼克旺。你在那边呢，够奖两包。来大哦，春节150。来大哥，你看吗？150，我得。还是啊，还是包花的啊。因为在上岛考奖是包的。来，我会借你片来200块来，靠腰换钱，收给你。来沙发了，这大地我跟着小地，多一点。来沙发了，来四个人，来五个人，来六个人，你看每位的距离是超级好吃的，全部都要六个人，今年多开心，来六个人。不纠结了，来沙发了，来八个人，来九个人。两个人给你，来沙发后来，一个人拿10片，每位的距离是最后一个人，没有距离片了，来300块，最要结了，要求啊，特别沙发后的样子啊，来距离片300块，沙发，够了，这个结，来让我离去，这个没有钱赚了，我这样卖是真卖完而已啊 ，OK 吗？耶！好了，慢点。耳机啊，过来。来，两只鸡帮我卖一下。好，谢谢啊，真的。你们是干嘛？两只鸡帮我卖一下。喂，冰心地瓜这两包300块，一包1公斤，200块的，超级好吃的。地瓜。冰心地瓜，你要吗？200块。两只鸡帮我卖一下。2公斤，都给你了，300块。来，你吃人参鸡，一只300块，等你回来再做花回来，2只500。现在降价再降价，赔你再赔你，一只没一样个啊，2只500，一只是300，一只今麦变变全八只，8人个，几啊个有？几啊有？一人来一只，来200块。来。林青给一只200块的左右啊，人参鸡一只200块，最后一只，来下个要等等。都给你啊、哦！他是说都给我，你还有几只？我还有6只。够了，够86只。86只，看着好。来，谢谢。他才不理你嘞！来停车来，哈哈，进停车出来呢。南极虾。煮锅烧一面，煮汤都可以，煮火锅，哎，这样吃也可以呢。老的菜能拌喝完的。哎，这干什么？带来金毛狼，你三个传教，带来个跳火箭啊！哦，跳火箭，娃娃过来，你的几岁过来了？来，一人赔下200块，没有其他一百多的吧？我都可以回金的，不帮忙没得上。好的，这3包市价是300。这3包多重你知道吗？3包我不知道多重，可是4包我知道多重。700块，差不多一斤啊，等于400块的物件，来2包了，等一下200块来，不用煮了，就已经熟了，这样就可以很好吃了。来200块甜虾，对了，没讲甜虾吧？2包，来前面帅哥200块，来200块的甜虾，200块，还有人要吃甜虾了吗？来大哥也来，200块，最好的没人给甜虾，来200块。这是一个比较。这2班就350克了，正规的市场，一份就是700克，400块的甜虾卖你200而已，东东那两、哦，我来，算你的话我来，等下看我能不能夹鱼啊，拼盘的、哦，鸡爱吗？不过了，拼盘的啊，我拼盘，我昨天买的哦，你给我酒醉了，你底下你摸片的拢醉。什么呀？啊，是我被冷落出来啊！但是啊，我没有钱，我没钱啊。虾米呀？来1000块了，来算你。枪破掉了。来算你都赚1000多，来3折，来4折，来5折，太神啊！算你懂啊，全家俩，来1000多，兵哥我收着啊，门台我收着啊。来，雪鱼都没有了哈，注意啊！
这个第一个等于真真纯粹红烧鸡胸肉菜，来一千块来，一千块来，这里就是掏钱，但不知道一千块，我们会裁决啊。对不起，算你这个边那龙血鱼拖来了，我上场。来一千块，一千块来。哇，这样。来一千块来后。等一下要不要走？线上的佳慧，佳慧在不在？来一千块，一千块安了。等一下不用煮了，我们以前帮你啊。等一下不用煮了，有人说了。好，我来啊。有问题找文凯。好，我来啊。了解。了解啊。歹势啊，无个人记得，伊无要着这段，卖好，阁有机会。去动作看。会使送的拢摕起来准备。会使送的拢摕起来准备就对啦，卖再问我一下啦。你送啥呀？就对啦。无人见，来一千个。黄米，这次是黄米，杀好的，回去不用处理了。一千块，而且兵哥给几年，出面要给他观望。两个，来这一包冰麦一根筋。两个顾问说了，对，对这边的顾问，小许的佳慧，桌面上所有的东西，上刚好那个啥卖的茄啊，甜虾蒸过，来，等我搬下八宝茶，一个人包个啥啥西包，但是我买是给他上几包。然后佳慧他会用铁线，来，让他给聊。丝木鱼肚，再加什么？再加什么？再加什么？鸭身的卷翻出来，还有啊，也是十分。来，这次就三十块大了，来再送。还有加什么？再加点。他把很多东西，一千块，全部加在一起，然后回说。来，给聊。爆鲜铁。几个买啊？只有一个啊，准备单写。不知道什么用语哦，爆鲜铁。没关系。有得多啊！哎，我跟他商量后，好了，这个锅炉啊，这个锅炉三四百块啊，大得了。那就掏钱进去了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多。哎 ，Hello， 不能去了解，无我无需要了解呢。你一个千块收收完呢，一千块。一千块。还有的送吗？来，再说。还要送送黄鱼哦！来几千块钱啊！啊！今天点那两呀？来小姐呀！两个两个呀！两个两个两个！非常好！哪里买单啊？游戏卡。喂，手机了吗？行。来，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哦，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哦，再把衣服。对对。就帮助出块哦，来一道一百八，来给对猪的。来两个。好呀，再到一个小伙子黄爷，来来来，跟我你来。几千块哦，一千块来。我住过来，就搬弄我。来几千，两个啊，小姐买一份。啊，对。你想买两份？上次包我告诉你啊，哎，我给这样两包你煮，价格比较爽的，来一千块嘞，不会要用三个啊？干嘛，大姐？来盘两杯卡金嘞，来一千块来。现在没有猪脚，去收集，去收集，不要问，要不要去收集就对了。但是有猪脚。现在猪脚要特别跟龙王定，他才会拿猪脚出来。因为现在的东西太多种了，来上场，现在东西太多种了，再拿猪脚来，那个车子也看不下。像今天是一盘不是两千，不是一千八，一千五，来一千块来。现在要杀了，现在的比相比两年前多很多。就这样，就喜欢。哦，冰姐说你猜哦，啊冰姐哦。上料算给他摆桶嘛，可以。摆起来，需要我的。拍摄，不然没叫我们出来，这算你鲑鱼，要学学别上。
最后三个，来，直接冰镇都可以。快点啊！我最后三个。